上课。首先我们复习生词 ，review the new words， 复习生词。然后我们生词考试 ，then we will have the vocabulary quiz。OK， 好吗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两张照片，很好，两张照片。这两张照片是谁的？这两张照片是谁的？这两张照片是谁的？谁的？这两张照片是 Family Guy？ 啊，是 Family Guy 的，或者是他们的。他们的，对不对？他们的，很好，是他们的，很好。我们会写照片吗？照片，会写照片吗？写一下照片 ，write down 照片好吗？照片，照片，照，照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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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会写两张吗？两张，两，会写两吗 ？You can write in there， 可以写出来吗？两，两张，很好，两张，两个，两张照片，两张照片，很好，照片，照片，照片，好，这是谁的？会写谁的吗？谁的？谁？谁的 ？Whose？ 谁的？谁的照片 ？Whose picture？ 谁的？谁的照片？他们的，他们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，是他们的，懂不懂？懂了，很好。再看，他们家有几个人？他们家有几个人？很好，阮秋晴。他们家有五个人。有五个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五个人和 Brian 和一只狗，一只狗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谁？他们叫什么名字？他们叫什么名字？叫 Peter， 叫 Louis， 叫 Chris， 很好。他叫 Meg， 他叫，对，很好，很好。这个男人是英文老师吗？不。他不是英文老师，很好，他不是英文老师，很好。会写几个吗？嗯，